完成与正中国历史上南北口味差异较大，有南人是咸，北人是甘之说，这和现在甜党咸党的地理分布很不一样。一南人是咸，北人是甘，南人是咸，北人是甘之说在古代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揭示了古代社会饮食口味南咸北甜的巨大差异。宋代将少于清代皇朝的院中记载，宋明帝杨好食密字诸题，一时诸生大业中，吴郡贡密泄二千头，密用见次又和四世唐信。到底南人是咸，北人是甘，与谢家唐密改编于魏俗也。这说的是南朝宋明帝喜食密字诸题，隋炀帝时吴郡进贡的螃蟹里是家唐的。据此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南人是咸，北人是甘。其实密蟹并非为迎合帝王是甘口味而特制的，密蟹的制作主要是为了保鲜。北为假丝蟹，其名要术藏蟹化云，九月内取母蟹，母蟹其大圆，进腹下，公蟹狭而长的则着水中，勿令伤死我及死者，一宿则腹中进，九则土黄，土黄则不好，先煮薄糖，糖薄行，注或蟹于嫩糖中一宿，煮了汤和白盐，特需极咸，待冷剩半只，取糖中蟹内诸野疗之中，必死，料一少着，料多则辣，逆崩二十日，出之，取蟹鳍，至将末还复其如初，内注肝中，百个各一气，以前言了之交之，并没有密封，勿令漏气，变成蚁，特忌封里，封则坏而不美也。螃蟹图，片来源搜狐网，在螃蟹中加糖有增加美味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利用糖的防腐功能。糖的防腐原理与盐一样，当高浓度的糖水或盐水进入食品内液后，能使食品内外部产生浓度差，从而使食品在渗透作用下脱水，形成细菌不易生长的环境，达到防腐目的。螃蟹密蟹也并非南方人所独有，欧阳修新唐书记载唐代沧州今河北沧州贡品中有螃蟹，江宁府贡品中也有螃蟹，可见用螃蟹来证明北人是甘是不严谨的。南北朝时期，北朝贾思勰在其名要术中很少提及菜谱中使用糖，有力的说明在中国北部地区糖仍为主要的调味品，如此北人是甘的说法鲜有说服力。宋代师祖对南人是咸，北人是甘这一说法也曾提出质疑，宋明帝好食密字诸题，然古所谓糖蟹如何口是糖蟹，中为蟹之降糖，造扰民甚之类，皆被遭蟹味，当时与如此，沈存忠以为密字诸题之笔，又云北人是甘，古于蟹加糖蜜皆非也，好食密字诸题乃宋明帝其北人也。由此可见，宋明帝喜食密字诸题，隋炀帝喜食糖蟹，并不能代表其是甘，更不能代表北人是甘。相反，宋代苏轼增盐与烧是甘，是食蜜五合，常为饮蜜兼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将蜜糖，甘甘滑辣，使人一快二神清。作为南方人的苏轼，可谓是甘矣。降方从新雕皇朝类院孟西笔谈历代诗话三段史料对比来看，关于南人是咸，北人是甘说法，其实均应来自同一史料，只是在成书过程中的互相援引。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新雕皇朝类院关于南人是咸北人是甘说法记载中的大地二字，到底即表推测之意，可见江少于只是推断，并无进一步考证。因此仅凭此史料，即认为我国古代饮食习俗上存在南人是咸北人是甘巨大差异的说法，实难成立。二糖在烹饪中的运用，糖在中国古代又行一波浙江石蜜糖霜砂糖乳糖蜂糖牙糖等名称。最早的糖产生于先秦时期，由谷类制成，相当于今天的麦芽糖，大抵不早于公元前三世纪从东南亚或印度东部
甘蔗引入中国南方，其后逐渐成为蔗糖主要原料。中国何时能自制蔗糖，这个问题学术界曾有过论战。20世纪60至80年代，其对玉与无德多展开激烈争锋，二者分别认为蔗糖的制造是于汉代与唐代，季羡林则提出中国蔗糖的制造应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某一个时代。刘世建在同一祭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南北朝时期能自制砂糖，唐初借鉴天竺技术，使制糖工艺得到改进，糖的产量迅速提升。可以明确的是，自汉代以来，用麦芽糖腌制肉、鱼和贝类等食物已经很普遍。隋唐时，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大量来华，在异国情调的影响下，富裕阶层增加了对甜品的消费，蜜蒜和蜜浆大受欢迎。但糖仍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食品。13世纪中叶有两本烹调书籍提及糖的使用，一本有 16% 品酒的食物用了糖，另一本达 25%。 宋元时期，糖主要应用于蜜饯制作。正如上文所说，糖有防腐性，用糖腌制水果、食物能掩盖水果酸味和过熟的味道，同时防止细菌的生长，延长容易腐烂的果物的储藏时间。三、一芽一艺中的甜食一芽一艺是一本仿古代石经之作，囊括皂、蒲、蔬菜、龙皂、鹿皂、糕饼、扎食、猪糖和猪药等内容。作者韩毅是苏州府吴县人，他的父亲是名医，而韩毅也自称副业，以艺为业。有趣的是，一芽一艺蒲藻类、蔬菜类记载了49种菜肴制作方法，明确提到了用盐者33种，约占 67.35%， 用糖者7种，仅占 14.29%， 用盐进行调味的比例远远大于用糖。今天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常因为菜品甜腻而被不知甜的小伙伴吐槽。但从一芽一艺所在菜点制作工艺上看，在宋元时期吴地菜点中，糖在菜肴烹饪上用于调味所占比例较小。不过糖在糕点、面饼制作上还是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苏州菜一芽一艺蔬菜类之糖征价记载，每50斤用盐一两，砂糖2斤，醋半盅，浸3素晒干芽便收糖汁。阳光记载，用盐出其水，生姜、陈皮、砂糖拌匀入锅内，用酱扎定，成个入酱缸内。糖局记载，洞庭糖南局100个宽糖竹过皮上划开4-5刀，碾去核，压干，留下所压汁，核糖2斤，盐稍许，煤其局日晒，直至卤干奶收，又发匀，只用盐少许，以干草末，略以糖浸其局，取起，晾干，以火熏之。糖翠梅记载云，关城梅已经滚糖浆，后温，浸一宿露出，再将糖浆捉过，沥干。黛梅并糖浆温并浸梅在糖浆内3-5次则加以。书中还有不少蜜饯的记载，如蜜梅、糖杨梅、灌藕、干豆糖、凉豆、玛瑙团、糖浆、糖煎冬瓜、蜜橙等等，种类甚是丰富。在糕点制作上，甜味还是很有存在感的。酥饼的制作方法是用牛酥4两、蜜1两、白面1斤，蜜用2两牛毫。封小饼则用糯米2升、党及细为粉，蜜拌与粉饼擀做春饼样薄皮。松糕用陈精米1斗、砂糖3斤、生糖糕用精米4升、糯米半升蒸时用糖和粉捏做碎块，排布粉内。苏式海棠糕图片来源美食家大雄的博客。所以一芽一艺、鹿皂类、糕饵类所记25种糕点面食制作方法，用糖者20种，在糕点中占 80%。 糖在面点中使用比例大于在菜肴中调味所占的比例。可以说，糖虽然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但在唐宋之前并未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食品之一，在饮食习俗上更未形成南人是咸、北人是甘的南北格局。随着制糖技术发展，糖产量大大提高，糖成为主要调味品之一。